哦，肝脏部位痛，哦，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看到那个小船呐，那个小船在划的时候，只看到那个船只看到一半啊，只看到那个主编，一个小船也就那么快，但只看到主编有两个人好像在划，但右边不见了，也就这个人只有一半的身体，一半的身体啊，哎，这说明什么？是应该是表示是临界的啊，临界的人呢，临界的啊，就是哪里呢？啊，就划了半个船了啊，划了半个船也划到岛边了啊，划到岛边来的啊，划到岛边来的，划到岛边来一个，哎，非得看到了啊，非得看到一个，小心翼翼的啊，把这个船呢，也移走了啊，也远离了，也把它远离了啊。哪怕是临界来的啊，他也小心翼翼把它移走了啊，小心翼翼把它移走了啊，小心翼翼把它移走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最近看下来啊，就是接近我们那个岛的地方的呢，非法进入的，哪怕是只有一个人的或者两个人的小船，都被那个非得送走，但不是都是很温和的啊，不是暴力送走，只是让他那个。不能让他靠近而已，不是把他消灭掉啊，而不是把他消灭掉啊，不是看他消灭掉啊，而不是把他消灭掉啊，看到那个退走，看到退走了啊，把他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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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啊，好，就这样啊，好，就这样啊，因为之前呢已经痛了好几次了，我。就是没来得及马上上来拍，可能关了以后，下次接下来仍然是拍要，好。